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。那今天呢，要来实况这一款还愿哦。那它在去年初的时候呢，我自己没有玩过，因为我想要买的时候呢，它已经下架了。那就那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很可惜没有买到。那上次呢，就前一阵子赤竹他们有发出讯息说他们会出实体版的。啊，我就去买了实体版的，今天终于收到啦。那我们就哇，这声音好可怕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游戏吧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我自己是没有玩过，但是我有看过别人实况过，所以我大概算我现在印象有点模糊了，但我应该还依稀记得是在玩什么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啊，然后我其实是不太敢自己一个人玩恐怖游戏的那种人哦。我有买过一些恶灵古堡的东西，但就是买回来然后看给家里的人玩，然后自己在旁边看而已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哦，这个是转世点，好 ，OK。我们现在哦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，该不会是学坏？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跑，不然光担心哦，都不用做事。这个电视好古老啊！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了。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，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看是很保护女儿的爸爸。对了，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到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吧。功德。画面在抖。怎么了？桌上这个是鱼跟豆腐锅。啊？这一道菜。美心呢？还没吃饭菜就收起来了。这是我的手吗？怎么突然就变晚上了？刚才节目已经没在播了。美心的涂鸦，一张美心的涂鸦。哦，还有一个立方的照片，立方的独照。旗袍闺秀是他荧光幕前的形象，所以老婆呢是个应该是演艺界的演艺圈的人哦，荧光幕前的形象。好，这边就是美心的照片吧。哦。你把电视关掉，结果有点暗了，我们再打开好不好？啊，打不开，好，算了。糟糕，他这个试点又是跟糖豆人一样，红龙，这洞森里面也有，河里面钓得到的。外面好像在下雨，现在我家外面也在下雨，天气是一样的呢。电视又打开了，太好了，才不会那么暗哦。这边怎么了？这边不能过去。电风扇，然后这个，这边有在拜一些神明。
个是身高尺，这边有记录。哇，好怀念哦！我小时候，我爷爷也都会这样记录我的身高。那看来是没什么，我们要走出去吗？好晕哦，这个我应该会3D 晕哦。这边有贴一些广告哎，以前我爷爷那边的公寓呢，也都是会有这种广告。哦，进来了。哎，手表。哎，这间房间就比较亮了，这边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照片哦。应该就是立方跟美心的照片。这个可能是阿嬷之类的照片了。我美心与立方的全家福，你的头怎么了？哪一个摄影师的？哪一个摄影师拍的？怎么会拍成这样？你们还把它裱框起来？这边有一些心经哦，凤凰于飞，文艺十岁。我平日工作的地方哦，这个动森也有这一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怎么变成好像在访岛？有没有？这个呢是啊、哦，他房间里面放这个红龙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放一个书柜，然后这个是那个一幅14万块的那个吊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是藤编椅子。办公梳妆，嗯，好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矮柜哦，然后藤边的沙发，然后电视机这样的，嗯，好。再进来看一下这厨房，冰箱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就主角打开冰箱，然后换衣服这样。窗户外是对面公寓的防火巷，哦。防火箱很可怕哎，那蟑螂都从这里爬进来了。嗯，那这边呢？这边过不去。过有个门。哎，好，感觉好可怕哦。因为我上次看实况已经是一年多前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哪个时候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希望我不会被吓到啊！希望我不会被吓到。你们如果看我吓到那个小熊猫的表情，应该就会啊啊啊之类的。我先演一下，我等一下吓到应该就是这个表情。好，对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走吧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哎，那伞是浮空的，地上好多番茄酱。然后这边有铁制的工作架，铸铁工作架啊。红色雨伞，这个是狸猫商店卖的吗？哦，变红色高跟鞋了。嗯，再走过去没？没路。咦！啊！哎呦！啊！所以呢，我往回走是对的吗？那个鞋子我要拿起来吗？很烦呢、欸。哎呦！钥匙，大门钥匙。标签上面写着1980。好，猴年1980，1980年是猴年。嗯，这比我还老的年纪哦。道具是这一颗钮，好，使用道具。阿、啊、哩，
怎么又到了不一样的地方？因为跟刚才那里是同一间房子吗？晚安，我是刘玉。啊，这个收音机。在傍晚，请听我的心声。相片。是否有过踏进熟悉的门中，却发现屋里奖杯？明明认识，这是朝夕所处的家，但你就是知道，有什么不知不觉。好陌生。那这个袋子有东西可以拿吗？布置出了一个空间，假装是家，找到一个陌生人。我要专心听这个广播吗？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。哇，好。刚才是什么声音？我刚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。哦，这个阳台看起来，哦，有阳光进来，这样就很好。所以这个时候是对面公寓还没盖吗？阳光还照得进来啊。空的碗盘架，我们把这个碗给放上去。这里就像个家。平常都是有立方在打点饭菜，然后东西突然伸出料理来了。冰箱的摆设不一样。这里是厨房，什么洗碗巾啊，好怀念的包装哦。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餐厅学校餐厅也是用这种，那个叫什么沙拉托吗？不是，还是用这种东西在洗碗。好，没东西，那我们再往哦，那镜子感觉不要过去比较好。放展饰品的柜子，我们把这个放上去。一些影视编剧的写作奖哦，所以就是我当主角嘛，那这个主角呢写作得了很多奖，然后跟老婆是个明星，然后可能跟老婆一个作家跟女明星结婚哦。好，这是什么？乖乖乐乐包装零食，打开乐乐，发现快乐，乐乐。然后呢？不能打开吗？不能打开吃吗？我想吃的，想知道乐乐吃的会有多快乐。这边有一些古早的照片哦，啊，感觉是真实存在的照片。凤凰于飞，余音袅袅，时和岁风。好，哦，这里一片黑暗，这边有个书桌。但太暗了，看不太到是有哪些东西哦。哎呦，好可怕哦。然后这边墙壁还在粉刷。哎呦，我一直很怕这种转角遇到鬼的感觉。嗨。这边看来他们就是刚搬家嘛，所以这里东西都还没整理好，我连床都没有。哦，这有个问号，用来挂画的钉子，然后把这个挂上去。哦，立方吸引前的海报和唱片，结婚后他就没再拍过这样的东西。
哇，这是因为结婚，然后，就退出演艺圈的女演员哦，洗影前的海报和唱片，所以是，有演电影，然后也有唱歌，这样很厉害，双栖。哦，床就突然伸出来，哦，吓死我！这个白白的东西，我还以为是什么。这是以前古早人的那个化妆台啊。哦，真的照不到自己，可怕！这些镜子都看不到自己。这是什么？刚才有这一间吗？哦，打不开。刚才没有发现到这里有一间房间哦。然后呢？我还有哪里还没去吗？他就只能慢慢走，他没有奔跑的选项。哦，有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拿到，这边有剧本。哦，应该就是我杜风雨写的剧本。那我就是杜风雨，丈夫手捧一盆栽，置于新居窗台。人们说郁金香体贴高雅，就像我们的孩子一般。妻子说：“你可知道呢？孩子还在肚子里呢。”早点儿将屋子布置好，我们早点儿开饭，免得花还没开，汤要凉了。特写：夫妻俩一同布置新居，在新墙贴上妻子的挂画，木柜放上丈夫的工牌，最后将碗柱上架。哎，我整个顺序相反，原先空荡荡的幽居顿时多了一分趣味。打点完三样家私，丈夫回到厅堂。发现妻子替他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哦，所以我要拿礼物了吗？礼物在哪？厅堂是这里吗？礼物是这个吗？乐乐，还是什么？礼物是什么？不要这样子，突然关电灯嘛！哎，什么东西？这里在闪，哇！谁啊？谁把娃娃放在这里？舞者娃娃？哇！不要闹哦！是什么事啊？喂，啊，有，他送的礼物在这里，是什么？一根蜡烛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原来我要开火哦，好，我现在有了新的道具，1982，哇，民国69年，这是什么？礼物小卡，亲爱的风雨，这是你一直都很想要的打火机。这几天搬家累着你了，好好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支持你。父亲节快乐，老婆，哇。很棒的老婆，而且看起来女儿已经生出来了。谁在按电铃？嗨，是 Uber E 吗？哦，不是。啊，啊。所以我要再往这边走就是了。
好。你为什么不肯睁开眼？我眼睛睁很大，你看。怕七彩新舞台。这边又有钥匙了吗？大门钥匙，虎年吊饰，上面写着1986哦。直接跳跃到六年后了。旁边有电铃的，好想按看看哦。好了，那前面我现在不太想继续前进了。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，我先做好准备，我们再下一集见了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